我钱包好像忘带了，在车上还是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们去慢慢找。这里可以刷卡吗？我带了卡，我怕我们现金不够。我们这儿刷不了卡，不好意思，只收现金。副主编，那个包里看看还有没有一点。只有这些啊？你出门就只带这点钱吗？我这不其他钱都在卡上，我怕我自己花钱，所以我就全都给攒起来了。这个是145，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154。155，155块3毛钱，你没了？那不是嘛？你要不给我们打个折？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来，这有个回头客也是好事。而且我们是编辑部的，我们还可以写那个美食专栏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时尚杂志是面向全球的顶级杂志，所以你想打几折呀？一折呀？默默，哎，把这俩人给我看住了。哥，有人吃霸王饭。哥，那个咱俩先商量一下，就是这什么情况？这个哎，老板你好。不是，你们好歹一个是啊文化人，有为青年呀，一个是主编大人，吃饭不给钱啊，这不合适啊。这老板要不这样吧，因为我带了卡，然后我这卡是我这不刷卡。我知道您这不刷卡，我先把身份证押您这，然后我和我主编先去那个镇上，先去银行那边取个钱，然后您的身份证，哎，我身份证不是你的身份证，我拿着有什么用啊？不是，给钱。那我们俩现在现金身上都不够，都翻遍了，真的没有钱。那不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吃了我的饭，你就得给钱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现在我们俩身上现金都没带够。你自己没带钱。你朋友总有钱吗？打电话让你朋友送过来不就完了吗？好嘞，我先打个电话。还文化人？先稍微等一等。小可爱。睡吧睡吧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们。我先把这块手表压在这儿，等我们有钱了再把它拿回去。手表谁没有啊？是不是这个？我们镇上20块钱一段。你吃饭不给钱也就算了，你还蒙人，这什么人呢？你这个，我这是限量版啊，我这还是全球限量旗舰店，给钱。不是，老板您先别生气，要不咱这样吧，咱真的先压一下，要不先把我压这，先让我副主编先去。你吃饭不给钱还想跑啊？不是大哥，他们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打折。打折？想打折吧？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妈。
叫二叔、三叔、四叔把他们的车给我看好了。好嘞，一个都别想跑，咱们走。老刘，带着。带着。这手表的话，哪个是你的手表啊？叔，这可咋办呀？你说咋办？我看这俩人像是真忘带钱了，不像是骗子。谁说他们是骗子了？哎，你瞧，这城里有文化人，要是没了钱，还挺好玩的。哎，丽子，累不累？累。要不，叔给你和默默放一天假。叔，你咋就好呢？提他去。不对啊，叔，我俩放假了，这活谁干呀？嗯，那这不，二位想怎么办嘞？那你想怎么办？这吃饭给钱嘛，天经地义，对吧？可现在你们实在是没带钱呢，我们也不为难你们，但是我们合计过了啊，我呢想给他们俩呀放一天的假，所以他们的活呢你们干，只要把这活干完了，你们这顿饭钱就抵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好，谢谢老板。谢谢。行。哎，你们俩不是没活啊？好好给我盯紧了，是吧？啊，活得干好，不能偷懒。有什么要求，都满足，只要把活干好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好嘞。哎，好，那咱们就开工。哎，你谁呀？哎呀，啊，那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老板，不是，老板娘。哎呦，怎么还是没人接啊？到底在干嘛？你给我说说今天都怎么回事？婶儿，那个东西，你俩不都我别说话，等我有空再找你的算账。媳妇儿，这不赖我，赖你。这确实不怪他，是我们吃饭没带钱。吃饭没带钱，跟这些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媳妇儿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他们不是来吃饭吗？这没带钱，那咱家的饭不能白吃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就让他们稍微帮忙做点农活，好抵了这顿饭钱。饭钱？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？我看你们家猪太瘦了，想给他补充点营养。不是，这是我特意给我媳妇儿买的，这是给我媳妇儿喝的啊，你拿去给猪喝呀？这又咋回事？哎，啊，哎，这不是买给我的牛奶吗？这个是我的，因为我看你们家小羊太小了，可能需要喂奶，而且他又特别喜欢喝奶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牛奶倒给他们，还有这些水果，我就想说小羊他喜欢吃，他吃完之后他毛发长得快，你们又可以卖羊毛，然后这小羊呢就可以生另外一个羊，再生就毛发跟我一样。呦呦。这些都是给人吃的，这是给我吃的，好不好？那些水果我是准备给客人做水果盘的嘛，你怎么都给我糟蹋了呢？不是，
那这些呢？这些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问我呀？我还要问你呢。这发套是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用的，我平时都舍不得戴，这怎么成这样了啊？这个其实是我看那有的鸡，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母鸡，然后我就说这母鸡如果不孵蛋，就有的母鸡它可能心情不好吧，因为我也看不出来是母的还是公的，反正我觉得它们心情不好，因为这些蛋就放在那儿凉着，它也孵不出小鸡来，那没有小鸡的话，这小鸡长不成大鸡，那大鸡就生不出小鸡，所以就没有蛋吃了，所以我就想给它孵出小鸡来，然后就有大鸡，然后就有小鸡，就有鸡蛋。那他们开心了，那我开不开心啊？你怎么不讲啊？我以为年会心情会好。你呀，你们都气死我了。